科比遭奉一事无成，科妈怒，每天去气头吗？科爸科妈最近忙着站台，却也不忘替儿子出气。尤其讲到政绩，科妈更是霸气回应：就不敢的呢，你知无？啊，目前的代志也着做，啊，过去的代志，过去的代志我哪着做，安尼敢袂用的，足艰苦的呢。有做好啊吗？无做好啊吗？一个人吼讲哦，你吼做一年咯，无做半项。我讲嗯，啊，阮柯文哲唔带你去剃头，去台北市政府剃头吗？无咧希望啦，迄唔是我咧决定的，嘛唔是家己决定，正人决定的。我父亲呐、啊、也不赞成，做医生就好。我嘛是，我嘛是讲做医生的，咱行在政治路是对啊，唔对啊呢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哦。董新闻台北报道。